秘密，你在做什么？做了。你做什么东西啊？做轮子的圣诞树。有轮子的圣诞树啊？啊，你做了。会倒下来哟。不会倒下来，哇，好高哎。嗯。这是你做的哦。嗯。你自己做有轮子的圣诞树哦，它会走路吗？会呀。会啊。它有两个轮子啊，它这样。哦。好棒哦！你要做给谁的？要做给爸爸的，要给爸爸看，还有妈妈的，还有妈妈的哦，嗯，还有弟弟的，弟弟的，还有秘密的，还有婆婆的，还有阿公的，还有阿咪的，还有阿泰的。啊，所有人都有了。嗯，好棒哦！哇，好高哦！你自己做对不对？对。爸爸刚才出去还乱七八糟，就你把它做完一个了，你好棒哦。你要把它拆掉再做一次哦。嗯。是好棒哦，爸爸给你拍拍手好不好？好。拍拍手，你怎么没有说什么？好，拍拍手，秘密最棒了。你又要把它拆掉，从头再做过一个，是不是？是。嗯。新去买的，婆婆去很远远的地方，在那边的天津宝宝的那边的去买。买的玩具是不是？是。这个积木是不是？嗯。积木，秘密以前都说阿木，对不对？是。现在长大了，长大不会说阿木，长大说什么？积木。积木是不是？好吧，你会做积木是不是？是。那睡觉，睡觉前在玩这个，等一下会不会睡不着啊？不会哦。不会哦，啊，你等一下再做一次，我们和奶奶睡觉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爸爸要去找弟弟喽。不要。好了，你跟我说晚安，晚安，晚安了，我要关掉了，拜拜，晚安哦 ，kiss bye。